糟了，前面是悬崖，刹车已经来不及了。那就加速飞过去。博士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人。已经来不及了，现在停车的话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可是，不要害怕，阿米亚，我已经想到解决方法了，快去请那位四星过来。有任务吗？我需要你分散我的注意力，好让我按下开关了。博士，我果然还是忍不住。博士，前面又有悬崖。冲过去，阿米亚，不要害怕。前面有人。居然是陷阱，可恶啊！